来，哎，空吧，空吧。老总，你听到空吧，空吧。哎，哎，小吧，小小白，小白，来。再回上面，再回上面。妈妈写在笔呢。再回上面。来，你要做什么？一岁的声音，一岁的小女孩的声音，一岁小女孩哪天出来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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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六十岁的，哇！我的不错，他已经大概几百届的金钟奖的评审。是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没有我这个行业的，是没有我这个科别的。对，他就想想队友，他要提一下，对，不要走了再拿。哦，这听得怪怪的。对，不要走了再让我老婆上台演讲。谢谢大家。对啊，我代表洪江谢谢大家。而且后面照片特别大。对，照片。富哥一直不想跟他拍照，他说富哥，因为他跟富哥说拍一次少一次，对，富哥都说我打死都不跟他拍。我说我现在风声鹤唳了，因为大家我就说抓的蛋，因为他接触的都是最后一次，没有了。他说我还跟你拍照。我喜欢现在的你，雨姐。怎么说？给你有什么感觉？看起来很 fashion。嗯，好。然后坦白说，还摆比较年轻。这样讲还是你哈？不会，看现在看起来没这么机车了。因为说得好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之前有距离。可是我以前都不乖，富哥都说我以前有距离。对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有距离啊，因为你不是办远传的，只有远传没有距离。好，这是嘛哦，新美，整个你的男性荷尔蒙爆发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因为蔡圭姐姐唱到一半脱衣服了。啊有，他刚刚唱到一半就脱掉了。你这么一边唱，然后一边脱，我会在旁边帮你脱。哇！我来穿别的。哦，你要穿别的，他可以脱吗？而且脱了之后就没有东西。哇！怎么样？还是不脱了？好体贴。我最近在想到，常常拢会感觉头壳足痛，痛到吼用个止针袂调的啦。沈医师，先生，请问这位先生，吸气啊，我没气啊，你吸气啊，还认识你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哇，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